捋清楚了。不是，我要从关帝这儿，关帝这儿，我得都脚上掐了呗。不是，你给我下铺，你的我就不是不是，那么矮的地方就是矮的是。我告诉你，你今天你要打我的话，你就犯法了。俺这伙计挺多的，俺几个人经常一块玩儿。这朋友给我借钱，那么他就这么借的不多，就给我借5万块钱。跟我说，那么你给我借钱，那我打给你。他说不用不用不用，他说你等等，我现在不方便，你把钱给这个李姐，这个李姐吧，就是俺经常一块玩儿嘛。就是我，当时我跟那个人在一块儿来着，他说他手里没有卡，他也急需要钱，说先能不能打到我卡上，我给他去取现金。去了银行之后，我进去了，他说他在门外抽个烟，打个电话。我寻思也没什么，都是朋友都认识，我进去给他取钱了。取完之后直接把这个现金给他了，他全程就没有进那个银行。那么他给我说吧，他就借半个月，那我给他打电话，那么一个多月了，也没给我钱。那我说那么回去，那这个钱你什么时候给我？他跟我说，哎呀，回去我真不好意思。我这两天忙着，我全凑合这个事我忘了，我得外地啊。那么我一个星期之后给你，好不好回啊？那么这又过了一个多月吧，我又给他打电话，人家直接不承认。他不承认什么？他不承认借过钱是吧？啊，他不承认了。你们有欠条吗？没有。这个事吧，办了哪了？本来也寻思那么看能不能找伙计什么东西的，看能不能套他的话。那我也想办法能不能录个音什么的，他就压根他就没想还我钱，他是只字不提。就是他现在对外一切的口信，无论跟谁，他压根就不承认说这关键，就我没见过。对，包括跟他爸妈都是这么说的，我就是个倒手的，现在证据链全指向我借了他的钱。哎呀，那你借钱的时候的话，你怎么连个条都不打呢？你怎么防范意识太差了呀？那么好伙计，怎么谁能寻思那么5万块钱，他给我玩低数？那你现在是什么意思？你想怎么着？要钱？啊，那我得要钱啊！这人干啥了？他干装修的，家装也干，然后那个什么公司的小活也干，还是没他自己干。现在还干吗？干。那个人如果现在一口就咬定，他就是没借过钱，这事儿就很麻烦，因为你他这个节点他已经没法取证了，你知道吗？对。他现在不是所谓让你证据链不完整吗？如果这个方法行的话，我们也得采取一个策略。但是呢，我们自己有很多工作做不了，你得跟那人联系一下，看看。让他要找一个人，他找一个他身边的朋友，必须跟借钱借的钱这小子所谓的关系得不错，而且对方得信你。他找的这个人得跟他关系更好，中间有些细节或者这里面是怎么回事，咱得告诉他，甚至让他帮人来做。他如果是没有办法绝对信任的，或者不愿意帮他的话，这事儿也很难推进。借钱这个人以后干装修了，我们到时候也得找一个事儿，比如说要装个房子或者什么的，跟他建立上联系。你先让他找这个，如果能找到的话，我们后面再说其他的事儿。俺的就是俺俩关系都给过了，你什么时候需要找给我？抓紧时间，你跟他联系一下。我现在这边呢，也有一朋友，他有一饭店。对，饭店呢现在想装修，可能想做的高端一点，装的好一点。你说大概的话，总预算呢在个300来万左右。你先不用跟他说具体的，你不是干这个事吗？那个我引荐一下，这两天该开那些车开那些车，或者面上的事做足点，让他感觉好像咱真的有实力，让他相信有实力。对，前面砸了差不多，都聊的差不多了以后的话，跟他签合同，款项分3笔款给他，先给他一个定金。约合同那一天的话，你要有一个事儿，在之前的话，你要跟他打好一个招呼。你说我给你介�绍这个事儿，如果能成的话呢，我要10%的提成，定金的10%。定金的话，咱就照着个60-70万给他，然后这个环节你就不用操心了。我你现在开始不能露面，明白了吗？要完那个钱了以后的话，你就直接走，然后你那方就按照咱提前商量好那个。贴子挑大的，没有，我们一部分，啊，就是其他地方，对，还有，由于各种原因嘛，我们整层没拿下来，就是每一层基本上有7-8间，2层是我们的。正好我们那个前段时间我有这么个需求，哇，完了我跟你说，说有个很好的一个朋友。约了你啊！你们俺这块之前就是我平常他也关系也挺好的，我也是。像我坐这一块，再说他怎么说都是对家事，肯定给你好给你弄。这样朋友介绍我也放心。他现在那个地儿是200多平啊。之前吧，他也是干餐饮的，接过了以后吧，但是我们想做的这个稍微好，就高端一点。反正预算大概装修这一块吧，我们想按着300来个。您看看时间什么时候您这边方便了以后的话。就是，然后我想说，就是在这，我这就没什么。
有东西的，那从显操题一看，对对，你们先有个概念，包括回头你也给我发点你们的案例或者什么的。那你放心，咱先直接案例对比，最好全给你算出来了。这些都是上一家都留下来的东西，到时候这些都该扔扔。对，没啥用了，因为这设计的都跟着不大搭配，而且这些地方到处太挤了。对，风格也不大一样。然后都说话立件没必要，总之都搁这砸了行了。嗯，到时候你该砸砸，该设计设计。我先到了一块儿，我帮咱领了，帮我们领了啊！啊啊！进屋吧，我先等你吧。哇，简单一喝，咱先把正事办了。不重要，不重要。对，那个电钻基本上跟我之前发给你的看的没啥问题，咱就确认一下细节性的东西。然后那个，对吧？我手机调节完，接我电话就行了。打个电话让我就是给我充话费。好，好，好。对。那个总数就按咱说的那个300个数来，一米，300个数对吧？咱再确认一下，然后这样的话是，相当于是咱写的9月28号之前，今天我先给60，相当于预付款。好，可以。对，预付完了以后的话，等那个硬装结束了啊，你们进场之前，我再给120。剩下就是软装一笔，对，还有个细节我再确认一下，你这边的银行卡号，中信银行的哈，6222，6222，啊，充上了哈，啊，6222，6222，完了电话啊，186186。9150哈，9150，对，两份，你先签，先摁。对，我手机上我就能给你转。哎呦，正好我上个厕所，你们先签着啊，回来完了我签，我转上。那这么些年了，我也终于给你找上一个好活儿。哎，兄，价格实在不高，不过它这个价格是外边肯定是。哥，这是不是到账了？啊，那个我那个挺急了，你看。哎。不是那个what's 你给我俩出去上哪儿去吧？哦，好好好好，好好好，回来再给你做啊。拿手机吧。这些推的还都比较顺利，签合同那一天的话，你就随便装起来，好像打电话，然后你突然发现你手机停机了，你说我借你电话用不用？你出去给你媳妇打个电话，我也会提前给好你一个手机号，你就把他这个手机号给他存到电话本里就行，然后你要改一个号码，这个号码具体是什么我也会提前告诉你，给他以后的话我们到时候会安排好一个人光个女朋友啊，然后他一接电话你说话费我给你充上了啊，你说啊对我这电话就进来了，他到时候会收到一个短信的通知，就所谓进款的一个通知，他如果要是通过手机 APP 什么这些东西去查的话，这东西咱控制不了，你赶紧去催他，明白了吗？提时间说赶紧把那个提成钱给我，你能理解我的意思吗？给我钱，你在前一天晚上你就要跟他说，找个理由，你说我要用现金，不要让他那个转账给你。好，我看他俩出去拿钱去了，没啥怀疑啊，没有。你是跟我一起来的，对对对。哎呦，你怎么还中和人没了？我说俺俩上厂拿的东西，他走了，他有点事，然后让他走。出去转账，我就说嘛，我这个财务啊，我这一天要命，就是。昨天我签订那个万主，我跟他说，我说我今天要用钱，一定让他那个账户里给我转，你知道吗？结果刚才我就给你转钱的时候，发现又没死了，死了，没不是啊。输入了啊！我在这边连个短信提示，输入了，输入那个银行转账，这个，你给我那60000吧。我还没转呢，先进来了是吧？我没转，你怎么输入的？我发的。怎么你这中信银行的？我发的。我的手机不是停机了吗？
我试试我手机停不停机，我就发个短信不就。哎，那是我转的，我是转身以后输了一笔60万。那你转了你？我就试试我手机停不停机。啊，你给我转的60万？转个什么60万？我给你发个短信。跟他签合同的时候，到快到签合同那一步的话，管他提前要所有信息，打款的信息什么，也就是说你就能知道什么的，对，你就知道他是哪个行了。那你对应找到那个行的客服电话，包括他发短信的，对，发短信的内容到底是什么，一定要确认好哈。嗯，这我都有点懵了，我都没什么意思。这你伙计什么意思啊？这是这不是俺伙计哈，你不认识他，一定要装成咱俩是不认识的，然后要给他造成错觉，嗯，他以为你是跟我来的，你是我的人。对，也就是最后形成了一个情况以后的话，就是我既没跟他签合同，我也没跟他转钱，你呢互相谁也不认识，你就是给他发了个信息，对，最多人拿你当个彪子，但是彪子能怎么样啊？不是一根绳子，不是你带的，我没带的，你带的，不是我干啥？我吧，不是你是干你干什么的？我住号交个朋友，我就看你们进来了，我就。喝茶吗？我根本不认识，我这不是你们进门时候我自己在那儿的吗？不是，我也不认识你们，关键是我就觉得你们这人吧都不错，我就跟着进。我给你钱，一会儿可不给你50块钱。那现在打什么走啊？我给你50块钱。你脑子不好是吧？你觉得他这个赌什么东西啊？发短信发卡吗？哎，我什么情况啊，杨哥？你什么？要不咱不是正好我咱先咱别这个表子吧，要不咱先我就先不那什么了啊，要不咱再说不是。不是，你这我报啥情况？你这不用干嘛？旅行社不是，我也是我你这边，我你这边老李都交上钱了，不是，你给我下套，你在我不是谁不是。关你干嘛？赶紧干什么？你妈的，不是你不是干什么人？俺是哈，给我发短信发饭啊！我可上饭了，饭啥也是。那么挨这个地方就是挨着是。我告诉你啊，你今天你要打我的话，你就犯法了。我跟你说，我身上闹心了，你说。我说本来我寻思吧，你跟你交个朋友，我觉得你这个人有必要，这个人也不实在，也不值得交你。不是我错了，我跟你说，这个谁看看，是你号我发的呀，你说的。哎。我操，活你多不多年了，那都腿都不见，地都见，那都咱俩掏钱一块玩，你搁边儿干起活来骗我钱。哎，我给你多少？你别给我骂骂咧咧的，你也不错，我怎么着我能说你的啊？你搁边儿干起活来骗我钱，我都叫骗你的，我这有合理方法要回我的钱的，你都不知道。谁能有你的钱？怎么要回你的钱的？什么意思？你不同意你要我钱啊？什么借钱？怎么借我？你但凡同意了，我能怎么给你啊？你怎么着两个事合一块算？就是你不是不是就不是，咱以后就这么地了，咱以后就这么地。咱俩吧，你也别说你爹，别说怎么地，咱俩就扯平了，好不好？哎，无所谓，无所谓，咱俩就这么地了，哎，咱俩就拉倒，地。